不是骨盆这样起来，是不是？对，我骨盆当然也可以这样动啊。哦，我骨盆可以这样动啊。对啊，对，前后倾，前倾嘛，对对对，往左往右嘛，骨盆也可以这样动啊。对对对对。可是当我做摆扣的时候，对，当我要产生跟腿产生力量的时候，起来以后我是腿要做这个，当我的腿做这个时候，这个力量就到手上来了。我们的手这样子，好，我现在做开，我现在手上要做一个开的劲，我的腿这样是正的。我起来以后，你看我撑起来是不是？我的胯那个地方，我做一个开的劲。哦，对对。开的劲，它就上来了嘛。对对对。是不是这样子？我不需要手啊。所以当我要开的时候，我啪一下劲就上来了。对对。听不懂？所以这个力，你看，啊，这从胯来的。对对对。是不是？我要做合的劲，我从这边做合的劲，你看。我做这个，哎，这个，听不懂？嗯，